よ、直播台的对决。OK， 看我们两个老人现在嘴炮评价一下，你觉得这个对决谁打起来比较有利？我觉得还是狼啊。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巫婆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瑞秋在牵制性能上面跟多的性能上面，两边其实是差不多的。多者是差不多的，不要因为狼人的机动性就有狼人很有利。这种干扰价值其实狼人是很难屠戮的，但是两边的多者性能其实差不多的。好微妙哦！你只要两边不论谁，像现在这种进入多者的状况，哎哦，可惜被带回角落，反而是自己出了问题啊！奥克的霸掉霸得很好，与其给人家机会，不如第一个霸直接用掉。对。好了，连到了啊！对，双方都不想要让对方进。谢啦，谢啦，谢啦！对对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这个对决基本上面就是谁先倒下谁倒他。哦，糟了！好。血血血血血血！蛇风连段有练有练有练，一蛇风的连段。好，一只青蛙掉两蛇风，直接九八掉，不想给你二蛇。三 C 丢一个炮。前置尖峰，尖峰应该是对这个对决应该还蛮超大的。用了 B 边的压制，两边血血血 ，B 边，现在可以张杰可以反应的二折，没错，2100，好，进去带摔，叠摔成功。空中看波拉自己成功的逃出了角落，并且放着一只青蛙加大绝，很好，这大绝很关键啊。给他乐色，给他乐色，我折一下，哎，康乐，他应该是想晒给你吧。我第一个可惜是在说瑞秋他空中那个对应没有做好，因为他其实多抢一毛血就可以。但是第二个可惜是在说蓝队不小心点到他波。对。对。一开始就带进角落了，但是我不能讲出来，但是如果选手有注意到的话，其实现在都比有的资源快满了，要小心。哎，带完。这个真的是很好，对，男人就没有做任何的事情，所以没法就起身二级了。想当年我也是电的乒乓球，他没有看他是人民大选手，真的。我现在下次容易练到了，你就觉得他不会进，他就会练。这个换边这二级，属于在日本比较少见的套路。阿盖，对阿盖，安吉电盖的。两边都是马亚在逃出角落。带一下，陈斌会拉两下吗？炸，跳杀，一下下去。对，这个带完会死啊。有剑锋的，有打出气势来。两边有来有往，资源看起来目前对的稍微小有利一点点。因为他现在的状况很容易被一波带走，甚至根本没有办法放。机会，带进 B 边了，带进 B 边了，几下八快满，差一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兔子跳走。这个兔子跳其实比想象中难，要稍微练一下，因为他都要开 FD。落地开 FD 才不会有影子啊。不是后吗？落地的一瞬间开 FD。哇塞，还是要留着。糟了，这个血量霸也用掉。三单决定，哎呀，被晒了，被晒到一个坎特啊！三人血量兵多太多了，他就是要赚了。没错。尼玛对于被 rush 的时候处理都会做得不太好，就是有点可惜的地方。一开始就踩了一个好兆头，刚讲完就失误了。与狼人拉开距离，保持用青蛙做立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这个对决重要的关键啊。青蛙的位置是取决于你丢飞行道具的重点。你在青蛙走过去之前的时候，你要尽量把飞行道具弄在中空，然后青蛙走到最远的时候，你就变得丢包空，这样回到才会刚好。可惜，可惜啊！这个妙带王反而让瑞秋回了三格风，所以他现在才有办法带这个抗风。刚车带完了，再把一只青蛙开始进入中空，然后直接飞行道具丢中空的距离。青蛙走，对，跟着青蛙打就对了。这代风筝回来了。好好学习。好，来一个。其实狼人在过来。两种资源。啊！谢谢。爸爸。他选择了不放，选择决定下一波。哦，帅哦！在下一波再决定自己要做什么。哦，走吧。好，吹大风，吹。哦，吹到是大大掉，可惜自己的资源全部都用光了，双方的血量都有点低啊。走吧，你九八我九八你，转到却没有血反。这个珍惜，
这个 JC 带得很好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リベリー2アクションですの全体でスライダーですよ。台湾特技中这个实在是有点可惜，因为其实米卡也没有确认到对方会中这个，对。但是我也中过啊，对，不是说中这个不好，就是这是一个很尴尬的状况，算中的人也很尴尬，但是来打到的人也很难担。没有放不出青蛙，所以这个立回杆双方都在抓距离。好，我是杰利西康特，不骗，现在是打满3000多，我开刀直接他变蓝的硬缠，斩完1000、1200、1200，然后直接要被密码老梗了。不错，没有错，就是这样跟着青蛙打，没有错，跟着青蛙打，打这个对决非常重要，跟着青蛙打，因为敌人有青蛙蓝人过不去。好，可惜压制的机会没有了，青蛙不见了。青蛙到位，救不了人了。那这个酒吧，出的时机非常的不好啊，因为这并不是剑锋看到那个酒吧，是刚好六七闪过那个酒吧而已。对，因为六七是先出的，酒吧是后出的。太神，绑架！哇，为什么酒锋可以把绑架讲出来呢？OK 啊，我怎么这么想法？康德，康德不能收身，为何不接？好在，炮放好，炮放好，到时间设置下。跟着青蛙，为什么再放一次？跟着青蛙，再放一次，这个反应大失误啊！糟了，结果还是要靠给你。没有关系，为什么？失误还是要靠给你。台湾好像很流行失误的人反而成功哦。不好意思，好。我刚刚发现我们台湾人的对战好像很常发生，说明明就是看破这一方有利，就看破人失误，然后变成自己跑到角落去。对，我们这次比赛之后，对，直接举出这个例子，大家格斗游戏玩家可以好好理解一下。打得太兴奋，看破不是自己打到，就进角落是你。打得太兴奋就左了。赞呢，这场真的蛮惨的。1比1，哇，这我们打超久啊。好像是哎，观众留一下，是我的声音比较小声吗？如果是的话，等下30秒后做一下调整。你确定一大早就8掉是为什么？哦，都太远，完了，气势打出来，哦，被追啊，可惜没有顾到，没有看到前面的变化，看起来哇，看起来就是要被一波带走的节奏，死亡，老板我要打联动，死亡，一点太早吧，89秒就8掉，これはいかがですね。干嘛？哇，糟了！好，因为米卡刚刚第一场一开始就把爆用掉，而且25秒就被解决，所以 OD 这一场如果自己没有拉回一点时间，是没有机会爆的。好，我来让他拉回了20秒。糟，血！哦，这代还是很正。糟了，变一下，很有机会被一波带走。好正。糟了，刚好满，这种时候算绝地绝命啊！对，绝地绝命，跟着青蛙打又要跟着青蛙打，但是因为你没有支援，那剑锋决定采取一个 RG 强制进入的方式，直接漂亮的拿掉这一回合啊！碎，强势突破！哦，真的我比较小心。你们要站在后面看的，不要挡到瀑布。不知道怎么调啊？什么调？对位置，我就这样，这是软的。